企鹅对着镜头不停歪头，一下左一回右，不少人觉得这副模样超级卡哇伊。但如果您以为他在卖萌，那可就错了。可愛い動きに見えますが、彼は怒っています。崎玉县东武动物公园日前有饲养员要帮这只红宝德环企鹅饼干做健康检查，不料他突然开启歪头模式。あれはペンギンの威嚇になります。それ以上近づいてくるなよっていう意味での威嚇ですね。饲养员说，其他品种的企鹅在感受到威胁时，也会不停歪头警告或用嘴猛戳。只不过饼干在这群企鹅中防备心特别强，除非是送食物，否则只要接近它都是这副凶巴巴的模样。另外，企鹅求偶时也会一边大声鸣叫，一边微微歪头。やんのかこらってメンチ切ってるんですかね。可愛くてそう見えないんですが。听了饲养员解说，不少网友才发现自己误会大了，也令人不禁赞叹，原来动物的肢体语言是如此奥妙有趣。